我就会很喜欢上网交网友，然后问他们要不要出来。真的假的？但是我约开会课，我们要一起捏那个。你认识他哦？我认识他。聊一些就是关于人生的道理。当你拥有，但是如果你并不开心的话，那些都不是好的东西。这不是废话吗？你聊了四个小时，跟我讲一个纯吃茶上面就会硬的字。干嘛？你也想在他心里占有一席之地啊？对，我是干爹，没有，我是心灵老师的。今晚10点，东森综合台，小姐不惜地。